对不起，刚才我睡着了，所以不好意思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看你睡着了，睡得挺香的，挺可爱的，然后我就想给你盖个毯子，没想到被毯子绊倒了。那不早了，先走了。啊，好。啊，你的衣服。 回来的事情我没有跟陆总说，所以他一会儿回来见到你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陆总现在人在哪儿啊？我们陆总的行程一般是我告诉他，他从来不会告诉我。那我找你打听的事儿，你告诉他了吗？您找我打听什么事儿啊？从来没接过您的电话呀。 干洗店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可能不小心夹在里面。李总，紫荆酒店听说您来，给您准备了丰盛的晚宴，要不然咱们去餐厅吃点东西。我等陆静回来一起吃，你先去忙吧，有什么事儿我会随时找你的。 哎，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？ 刚才得到的消息，印尼警方突然查封了天然橡木基地，并冻结了账户上所有的资金，还要求跟这个项目所有有关的人员都暂时不得离境。对不起。
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刚才跟这个项目在政府的对接人黄议员通了个电话。继续。黄议员电话里面有细说，只是说要求跟您见个面。黄议员要跟我见面？对不起，林小姐，你不能拦我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不好意思，陆总，林小姐她非要进来，我拦不住。不好意思啊，兰兰，因为我们在处理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晚点再说，好吧？你先回去。我不出去。 凭什么他可以在这里？居然我出去，他不出去，我就不出去。陆总，那我先……他是我的行政秘书啊，我们再工作，晚点再说好吗？陆晋，我正好要跟你好好聊聊你这个秘书，林曼是吧？每年我过生日，还有我们周年纪念日的礼物，都是他帮我挑选的。还有上个月，我的车子追尾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到现场来处理的也是你这个秘书。 每年的圣诞节、新年、情人节，你都要工作，都是我一个人过，陪在你身边的永远都是你这个秘书。陆静，我是你女朋友，存在感就不如一个秘书吗？真的很对不起你，但是她是我的工作伙伴，我们在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回去以后我们再说好吗？工作伙伴，好啊，她可以当你的工作伙伴，那我也可以，不就是一个破秘书吗？把她开了。 我来给你当秘书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跟你在一起了。兰兰，别闹，回去吧，好吗？不行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做一个选择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